那我们真牧场在很早的时候就针对牧场的乳牛管理做了很大的优化，我们又得到一个叫做动物福利认证，就是我们的牧场是友善的，所以我才会觉得养牛很快乐。那我们花莲的水应该就是全台湾最好的水，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的水好，所以我们才可以产出这样子好的牛奶。以前人说饮牛饮的牛脾气嘛，来饮我们家的买啦，家己人在种嘛，哎呀，他是自愿去让他接饮，所以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压力给他。他就关牛，我就较没时间管他了，我们太太在管，就放牛吃草。觉得在这个牧场里面，第一个最特别就是它是以牛为优先，所以牛过得好，牛奶品质才会好。连专业的兽医师都给你传便便，这款的大夫你敢有？这些都是营养师提供的营养配方，适合每一个阶段的牛。你给他吃什么，他就回馈你什么。我们这家公司成立啊，都是这些有志青年啊，很龟毛的人结合在一起的。我是对品质要求很严格，我袂对员工做规模。我的牛，我的乳源都保证在地，哪里产一定喝得出来。我生产的我负责，全年小龙监督。